林贝利肾气健康法。林贝利肾气健康法秉持着自助、人助、天助的精神，以启发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身心自我疗愈能力，有效节省国家医疗资源，作为全民健康推广之目标，期望有缘接触肾气的您，在自身健康获得改善的同时，也能延续我们的精神，将这套简单、易学且实用有效的健康观念与方法分享给周遭的每一个人，和我们共尽一己之力，让社会更加健康、安定与祥和。欢迎各社区、团体以及具备推广热忱的您加入我们的行列。关于社区健康营造以及肾气志工培训计划，详情请洽0800-018-778张秘书长。林贝利肾气健康法是以自身肢体的活动，巧妙地释放身体压力，排除障碍，完成肉体与能量的调和，让身体能量归位，减少病痛发生率。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时间地点，随时随地善用双手，帮助自我及家人的身心健康。以下这套国民肾气健康操，让我们透过每日十分钟的肢体活动，持之以恒地为自我健康尽一份心力，让肾气成为你我生活中最自然的习惯，轻松拥有健康与活力。因为肾气，你我拥有身心的健康与祥和。现在我们周遭有更多的人需要你我的分享与鼓励，期望透过您的协助，让更多人因为肾气而获得健康与快乐，共同为节省国家医疗资源浪费尽一份心力。祝福您日日肾气，日日健康。国民肾气健康操开始。拱拍膝关节右边，一二三，将右脚往前，右手拱拍膝盖内侧，左手引导能量，借由拱拍来放松及释放我们膝关节的压力。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膝关节若有病痛，活动力大幅减少，容易引发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多拍膝盖内侧可以改善膝盖无力、酸痛、退化等问题。单手宽心活仰右边，我们透过拱拍肩关节来放松肩颈，以左手拱拍右手肩关节，拱拍时左手不要出力，要放松。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换边。一，拱拍肩手关节可以放松肩胛骨，改善肩颈僵硬、胸闷、心悸、手臂沉重。接下来将双手拍在髂前及双脚踏步，右左右左，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将双手移到大腿中线，八右左右左，五六七八，二二三四，百花盛开前置动作，外往内右边，八一二，将右脚微往后，由外往内绕圆，透过关节的转绕，八
帮助踝关节、膝关节、骨盆腔释放压力。四、五、六，换左脚。八，透过这个动作来放松下肢关节，促进新陈代谢，改善双脚肿胀、酸麻、头痛、头胀。二、三、四、五，回到右边，加上抬脚。八，右脚微抬15度，由外往内下踩着地。借由抬脚这个动作，协助背部、腰部、臀部肌肉适度的舒展。三、四、五、六，接下来换边。八、一，我们每天的肢体活动都要仰赖双脚，所以要常常释放腿部关节的压力，避免退化性关节炎、萎缩、无力等，才能保持肢体的活动力。百花盛开右边。将右脚由外往内绕圆下踩，右手拱拍在胯前棘，以膝盖带动腰椎、臀部放松。拱拍时手腕不要甩动。二、三、四、五、六，接下来换边。在成长过程中，常因跌撞导致下肢关节僵硬、循环不佳，容易引发双脚肿胀、腰酸、肥胖等。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动作来活动下肢，活络循环。心花怒放左边，左脚在后，以膝盖带动脊椎骨往右绕圆。这个动作是借由离心力的原理，排除人体轴心脊椎骨的压力、毒素，促进骨髓细胞再生。六，换边。八，脊椎骨僵硬、扭曲，没有弹性，会导致能量无法归位，免疫力下降。常做这个动作可以增强抵抗力，预防感冒，消除疲劳。顺水推舟前置动作右边，右脚往后垫脚尖，人为前倾，重心在左脚，双脚微弯，后踩时脚跟着地。八、二、二、三、四、五、六，接下来右脚抬高，借由垫脚下踩，疏解掌指关节、踝关节、膝关节的压力。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换边。七、八、一、二、三、四，不论前蹲或后踩，要记得身体维持前倾约3度，不可后仰，以免加重腰部的压力。左脚抬高，八、一、二，借由抬脚角度的不同，来活动深浅层的韧带，让下肢关节更加灵活。二、二、三、四、五，八面玲珑单边抬手右边，八、一，我们将右脚微往后踩，右手抬起，手肘微弯，掌心朝前，抬手同时脚下踩。花枝招展右边，八、一，右脚后踩，人为前倾，右手拱拍胯前棘，左手拱拍右肩关节。七，前倾时垫脚尖，右脚后踩时双手同时后拍。四、五，换左边抬手动作。八、一、二、三，常做这个动作可以放松肩关节，使胸肌、背肌、腰大肌有弹性，疏解脏腑的压力。四、五、六，花枝招展左边。八、一，背肌僵硬会使神经高压，代谢迟缓。透过这个动作，可改善手脚冰冷、背肌僵硬、关节退化等症状。三、四、五，再来一次右边抬手动作。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花枝招展右边。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换左边抬手动作。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
五，花枝招展左边，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百花前置左右侧点，八，右，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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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花下蹲，左，右，左，右，左，右脚直线下弯，右肩放松下掉于两脚中间，左，左脚微弯，脊椎不扭曲，不低头，左，右，顺水推舟下腹腔右边，左，一，右脚后踩，右手振动拍大腿中线，左手振动拍下腹腔。随时帮助自己疏解下半身压力，头部内脏的压力也会往下排除。四、五、六，换边。八、一、二，人体的脊椎骨、腰部、大腿、小腿、脚踝相互协调运作，透过这个动作来减轻脊椎骨、腰部的压力。四、五、六，准备再一次下蹲。右，大腿的肌肉连接至腰部。腿部的肌肉僵硬，会使腰椎没有弹性，器官会有压力。藉由单脚侧下蹲来舒展骨盆腔深层肌肉，释放下腹腔压力及毒素。顺水推舟下腹腔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换边。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接下来是排除毒素的招牌动作，蝶舞缤纷一百下。八、一，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利用下蹲，同时双手拱拍在鼠膝内侧。七、八，继续加油。十，脚会酸的人将右脚往前踩一小步。十四。一个病症的发生原因错综复杂，病痛的发生是身体老早有了障碍压力，使支配身体的能量无法顺畅运行归位。相同的症状会因个人的体况、体质上的差异而有着多种不同的病因。顺气健康操是以整体为考量，从末梢、肌肉、骨骼、内脏、神经、血管等逐一放松，达到去除障碍、压力以减少病痛的发生。四九、五十、五一、五二、五三、五四、五五、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六一、六二、六三、六四、六五、六六、六七、六八、六九、七十、七一、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七、七八、七九、八十、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八六、八七、八八、八九、九十、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七、九八、加油！九九，别忘了，日日顺气，日日健康。林贝利顺气健康法。林贝利顺气健康法的诞生始于林老师本身的兴趣与经历常年病痛的深刻体悟，了解到健康的活着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为了追求这个简单却难如登天的愿望，老师学习的足迹遍及海内外，在融合了所学之后才自觉体悟，原来所谓的名医、名师。